今天要谈的是忍耐的区分，各位大德儿，忍耐有四种程度啊，各位，第一种是忍耐着外在的艰苦，不管环境冷热，都可以忍，对吗？各位，如果在寒冷地带、寒冷国家，应该对气候的变化比较有一点习惯了，可以忍耐。在寒冷的国家，到泰国来就有一点热，或者感觉非常热，非常热。在自己国家，可能一个礼拜洗几天澡而已，不是每一天洗澡，偶尔洗澡。不过泰国这边呢，有时候一天冲凉两三次，各位，天气热，所以各位到泰国来要注意哦。如果从寒冷的国家来，因为泰国这边天气很热，要准备常常洗澡。不然流汗会有身味。除了对忍耐着气候的变化，这个刻苦耐劳，各位工作方面的刻苦耐劳也算是第一种忍耐啊，各位外在的艰苦。所以我们相信呢，每个人都有这个程度，对环境气候的变化刻苦耐劳，要让小朋友刻苦耐劳，各位从小要给家里的小朋友做家务假如小朋友不学不做家务的话他就不懂得做事，长大后就没有刻苦耐劳的精神了，各位要从小懂得做家务才可以刻苦耐劳。很好忍耐着外在的艰苦或者刻苦耐劳，就是最基础最基本的忍耐第一程度，初步。第二个程度，更难一点，就是忍耐着身体的痛苦。有时候生病，有时候发烧等等，要忍耐，各位大德。曾经，龙屁曾经有一次在海外。有一位两位义工这个工作人员好了，认识一位工作人员两位都是男生有一天两个工作人员都发烧，然后鲁米就带两位去医院，在上计程车就听到一个其中一位就喊声痛啊，我痛啊，痛得不得了啊，喊声痛。另外一位就静到了诊所，那天去诊所没有去医院，诊所医生就检查是发烧是中暑了。不过静静的那一位比较严重喊声痛啊还可以。所以忍耐着身体的痛苦谁比较有耐心耐力的话，这种耐心耐力就不会表现出来，虽然疼痛虽然痛苦
今天就举例，要举例之前呢、啊，这种忍耐，各位有应该有听过，尤其是曾经短期出家过的男生啊、哦，应该有背，这段经文呢，求出家文里面要背的，不净观，戒啥就是头发的发。罗马，就是毛啊，身上的毛，毛孔的毛。那卡，就是爪，意思是指甲，古代叫爪，在经典里面的专有名词叫爪。那卡，坦达，就是牙齿的齿，打坐，打坐就是皮呀、啊，身上的。皮，有皱纹的皮，我们求出家文的时候，阿舍里会教我们念戒啥，就跟着念戒啥，念一遍，罗马那卡坦达达卓，就跟着念一遍，然后就，顺着念跟逆逆行念说。ตาโจทันตานาขาโลมาเกสาเจวมันเนียนปุจิงกวนโฮชื่อเกวมันชื่อสีเนียนเกสาโลมานาขาทันตาตาโจตาโจทันตานาขาโลมาเกสาชื่อปุจิงกวนกวนชื่อสีเดอโถฟ่าชื่อสีเดอเมาชื่อสีเดอจื้อเจียชื่อสีเดอ牙齿ชื่อสีเดอ皮是不净的那我们才会放下这个身体的执着不要执着这个肉身，心就会平静下来。这是一种，教我们止观的止，学止观的止，就是在出家仪式中啊有教。我们来看一看啊，出家仪式，阿舍里教给萨罗曼那卡坦达达说，自从求出家文念完求出家文呢，几分钟各位。
这时候阿舍里就会把出家人袈裟里面穿的上衣啊就挂给求出家的人的头上，然后请他出去披袈裟再进来。三分钟了，各位，龙披数了。自从他来求出家，念求出家文。不过在祖师时代啊，帕门贡提摩尼祖师时代，有一位比丘很特别。这位比丘出家后得了法名叫忍辱比丘。这位忍辱比丘是他的他的法相啊，就是这一位忍辱比丘，巴利文叫坎迪戈毗库，意思是具有忍辱的比丘。就所以翻译成忍辱比丘啊，就是那天他穿白衣来求出家。本来三分钟的时间啊，那天帕门昆提摩尼祖师啊来当阿舍里，给他求出家，给他出家办出家仪式啊，就是中间是祖师啊，祖师拿了他的贡品后，他念完了求出家文后，祖师没有马上把上衣挂在他的脖子上，祖师就叫他观头发，祖师叫他念按照出家仪式的过程啊，先念的戈萨罗玛那卡坦达达州达州坦达那卡罗玛戈萨，来回后，祖师就问他：“你还那时候他还在跪着合掌哦，跪着合掌。你记得今天你剃掉的头发吗？落发的时候，你有看到自己的头发吗？”他说：“记得。”记得师父那现在你闭上眼睛，把头发那撮头发意念在你肚子里，大概从肚脐提高两根手指那边，看到了吗？还没看到，你用心看啊，用心看，他就静很久，直到他终于就看到了我看到了，看到了师父我今天早上剃掉的头发很清楚他听了就看到后就以为祖师要把上衣送给他，可以去披袈裟了，还没，祖师还教他你继续观看清清楚楚，那一撮头发是它的根是往哪一个方向，它的端是往哪个方向，头发的端，然后中间的弯曲是怎样弯曲，他就静看看来看去，直到身体感到轻飘飘舒服了，本来跪坐很酸痛因为他不习惯，他第一天来出家还不习惯跪坐合掌当感到轻飘飘身体舒服了疼痛感不见掉，突然间不见掉，然后头发就变成透明，然后透明的头发就变成光圈他就继续看
主持问啊，你看到什么？他说：“哦，我现在看到光圈呢、啊。”那你继续看，光圈就扩大，然后就集中，感觉自己有点坠落下去，就看见一颗亮亮的光球啊，透亮的光球浮上来，他就很快乐，快乐极了，就告诉主持说：“师父，我看到一颗透亮的光球。”主持就说：“嗯，对了，这就是通往涅槃的入口。你行住坐卧都要观看着它，要观照体内的这颗法球。”然后主持就把上衣挂在他的脖子上。啊，你去披袈裟哦！他看时间表，各位，多少时间？多长时间？本来三分钟的仪式啊，那天是一个半小时啊，他跪坐了一个半小时，所以那天主持故意给他取名为，写巴利文是坎蒂戈毗库，忍辱比丘，各位。啊，这是主持给他出家，很庄严呐，各位大德。所以别以为忍耐着身体的痛苦是普普通通啊，各位。假如各位有基础的忍耐着外在的艰苦为基础后，各位就比较能忍耐着身体的痛苦。可以证得佛法，各位，不是普普通通哦，有些人呢、打坐觉得酸痛，那他就忍到一个程度，疼痛感就不见掉，适合一些人呢、这个方法。不过告诉我们说，忍耐着身体的疼痛啊的痛苦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自己的方法。第三个程度是忍耐着内心的痛苦啊，人与人之间的吵架等等等等，要忍耐，这是更高一层了，各位。每个人从小到现在问自己，谁没有跟人家吵过架，有吗？如果有随喜功德洒度，表示您有这个程度的耐心，忍耐着内心的痛苦，好棒。第四个程度啊，是忍耐着烦恼欲望的诱惑。有些人前三种程度啊都可以忍耐，不过到了第四程度忍不住了，别人用金钱来诱惑你，有时候诱惑，一千块还可以忍，一万块还可以忍，十万块还可以忍，一百万开始思考了，值得啊，或是上亿啊，各位。各位问自己反问自己，金钱对你有没有诱惑感？有些人金钱对他没什么影响，不过异性或者性事对他有诱惑有影响。有些人金钱性事没有问题，不会影响到他的心，他可以忍耐。不过地位，各位，地位头衔，别人恭敬啊，地位对他有影响，他就忍不住啊，拿地位来诱惑他，就可以收买他了。有些人地位不会无法影响到他的心，不过别人的赞扬大众的赞扬就影响到他的心，可以诱惑到他的心，
这些金钱、姓氏、头衔、地位或者赞扬啊，是属于外界的东西。当你去沉迷了它，心就无法进入内在。各位啊，我们可以注意哪一位太过注意自己的外表的各种姿态，还是这样各种姿态，各种外观啊，外观要好看。假如太过重视外观，专家修行专家就说，人的心啊，就被因为你注重自己的外观，别人要看你啊，希望别人看到你都是好看，有的好的形象，所以心就被外观拉住，无法静定在法求的中心处，很严重啊，各位，这个很严重，就是无法让我们的心静定下来。所以最严重的，我们也要克服它啊，就是第四种，忍耐着烦恼欲望的诱惑，各位。